我俾你睇下香港而家有几夸张啊！为咗买个口罩，我今日咧系啱啱咧嚟咗铜锣湾送个仔去读书。香港为咗一个口罩买口罩，卓越佢话有得买，有警车，啲警察条龙咧。一路咁樣排，頭先有嗰個消防，咁咧根本咧條龍咧係我你哋可能睇 video 咧，你哋會可能冇耐性啲咯，因為我諗我要行多十分鐘到咯，咁我試下行快少少，跑兩步，俾你哋睇下，呢個係一個咩嘅世界？隔離有八隻錶賣，有 Dior 賣，有手袋，香港乜撚嘢冇，就係冇口罩。我而家行少少，跑少少，你哋唔會等太耐咯。呢個 video， Thompson 你諗下，仲值唔撚值得啦？為撚咗一個口罩。我跑一下你哋就知道了。因为呢我行不到那么久了，我怕呢你们会看到很不耐烦，但是呢的而且确呢我想这里的人全部是买不到的，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希望。我唔行啦，好撚攰。你睇唔睇到街未？我睇唔撚到。唉，呢度起碼幾千人，啊，就咁多。